我们蛮讶异这个结果的，我们会抗告。怎么看待就是柯文哲无包请回，然后你们应该也是主张无罪的部分，然后结果被这样子羁押、因为这个涉及到侦查不公开啦，那我们就不方便再评论这个案子哈。那但是我们就是会做抗告的动作。洪富身体状况跟他心情，他可能自己也蛮讶异的这个结果。刚刚看他是他蛮难过的，对。